今天同样会有几位非常可爱的宝贝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展示他们独特的才华。哎，我们说了，我们节目的宗旨不是去发现明星，而是让孩子们来展示他们的天赋，去鼓励他们。哎，也让更多的爸爸妈妈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借鉴这些孩子的成长故事，把我们每一个宝贝都培养成小天才。今天登场的第一位小天才叫郑嘉义，大家都叫他妞妞。刚才大家看过他独自指挥乐队的风采了，是不是觉得很有大师风范呢？小小年纪的他对音乐有着非常高的敏感度，你能相信他竟然从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吗？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对他多一些了解。大家好。你叫什么呀？我叫郑嘉义。郑嘉义，妞妞是不是？你是一个小指挥家是吗？啊，那指挥家我能给你介绍点事儿吗？啊，你认识前面正襟危坐的这四位你认识吗？你看这个，第一位穿黑色衣服胖胖的这位叔叔，那位超重量级嘉宾除了有傲人的身材以外，还有一张精致玲珑的嘴，人称那小嘴儿。你觉得他哪儿长得好看？眼睛。眼睛。如果说我眼睛漂亮的话，对下一位打击可能会更大。他在说你啊。啊，他是说你啊。应宁，著名相声演员，以诙谐的言辞、搞笑的表演，赢得青年相声活宝之称。妞妞特别好，如果你的眼睛要长得像我的话，就会更好了。其实妞妞肯定喜欢漂亮的，是不是？来为大家介绍主持人金小鱼。金小鱼，
英美混血的中国通，美貌与智慧并存，表演与演唱俱佳。妞妞，你觉得这个姐姐漂亮吗？漂亮，她是不是也一样漂亮啊？跟你一样漂亮哦，真好，谢谢妞妞，这是最高评价了，应该是啊。来为大家介绍我们儿童心理早教专家冯国强老师。冯国强，儿童早期教育专家，长期从事脑潜能开发，颇有建树。你跟我们说说，你当指挥家当了多少年了呀？一年啦。真的？你平时都指挥谁啊？平时就指挥他们。你们很熟吗？真的很熟啊。你都认识他们吗？都认识。我问你，你是都认识这些乐器，还是都认识这些人？都认识乐器。认识乐器。哥哥姐姐手中的乐器你都认识啊？你都认识。真的啊？嗯。那佳明叔叔走到哪个乐器旁边，你能说出乐器的名字吗？可以吗？嗯。你都认得他们？小提琴。小，再说一遍。小提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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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不明白吗？小提琴。这个呢？大管。大管。哇，哎，我还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大管。那这个是不是就叫小管？你举起来，这是叫小管。啊、不是，是那长笛。啊，长笛、哎、很专业、啊、好厉害啊。那这个呢？是大提琴。那这个呢？啊，这是谱子。这是谱子，这不是乐器。靠谱。叔叔你太不靠谱了啊。那这个你知道叫什么吗？低音鼓。真的？哇，哦，那这个呢？叉，老说打岔就是说你呢是吧？啊、哦，打岔呢就是啊、哦，就是他。岔，妞妞，有你不认识的吗？嗯，有我认识的。有你认识？中提琴。这叫中提琴、嗯？哦天哪，哦这长得不一样是吧？对，你看它太小了。哦，那个是小的，这是中的，哦、然后这个是大的。有老提琴吗？老提琴没有。老提琴没有。你累了是吗？嗯。你作为一个指挥，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指挥棒。指挥棒？为什么指挥都要拿指挥棒啊？因为拿手会累呀、啊。用手指挥累、嗯，拿棒指挥就不累了。啊、嗯。你给我指挥指挥，我看用手怎么就指挥累了。先不拿棒，北齐。哎呦！哦，这就扭到了。这就累了。啊、哦，这就累了。一定要拿棍儿、啊。什么叫棍儿啊？一定要拿指挥棒指挥就不累了，是吧？今天你和谁来的，妞妞？哦、这是谁呀、啊？给我们介绍一下。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啊，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呀？爸爸是拉二胡的。拉二胡的、哦。妈妈呢？妈妈是跳舞蹈的。你妈跳什么舞啊？跳民族舞。民族舞？你知道什么叫民族舞吗？啊？啊？知道。什么叫民族舞？就是民族的舞蹈、啊。那你都知道哪些民族啊？啊，朝鲜。朝鲜族。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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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民族吗？对。对。哦。我是民族吗？那这样，天使团的小朋友们，我听听你们都知道还有哪些民族啊？一人说一个啊。有韩国。有韩国。我第一天接手啊。有韩国。蒙古族。有蒙古族哈、啊，蒙古族。还有那个苗族。好，来下一位。有苗族。苗族。有维吾尔族，维吾尔族，还有维族。好，维族和维吾尔族是一样吗？有傣族，最后一位印度，印度，嗯，好，来请教一下妞妞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发现我们妞妞在指挥啊，在音乐这方面是有天赋的？在培养孩子这方面呢，我们是基于两点，第一点呢是把生活音乐化。第二点是把音乐生活化。爸爸，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就是搞音乐的。您是老师是吗？老师。啊、哦，难怪呢啊！老师开始给我们上课了。你爸爸天天在家给你上课是吗？你接着说，这个怎么一样一个生活音乐化、音乐生活化？这个首先呢是从音乐的胎教开始。我妈听音乐。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无时无刻的不在。让孩子在欣赏中外的音乐名曲。你在翻译爸爸说的话是吗？把音乐家和这个音乐作品呢，编成故事，
生动地讲给孩子去听。如果你想让妞妞来听一段音乐的话，你怎么跟她说？给孩子去讲。爸爸，我想听。啊，你就跟你爸爸说我想听，爸爸就给你听，是吗？我请教一下妈妈，我们听说妞妞在一岁的时候听到很多音乐都会流泪啊。哎，对，是的，就是我当时休完产假以后就要去上班，然后有一段时间他都是姥姥看的，然后给他放了很多，准备了很多音乐，其中有一个叫小羊妹妹找妈妈那首歌，他听到以后就哭了，然后当时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当时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哭了，他们才知道原来听到这首歌他就哭了。哦，他想妈妈，找妈妈的。对对对。哦，你真的感情好丰富啊。应该来说啊，我判断他不是说听到那个音乐哭了，是听到那个小羊找妈妈哭了。他如果要是能够感受到音乐的内涵，能感受到这个程度上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是那种情绪在感动他。对，他是一种呢依恋妈妈的情绪。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好的另外一个特点啊，是他对音乐本身确实是有别的孩子更强的感受力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就证明他的音乐的感知力是非常强。没想到这时候纳威老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适合搞音乐，适合当厨师。啊？哎，为什么？他多么可爱，不信咱们试试。小妹妹，咱们不指挥，跟叔叔去吃冰激凌去不去？冰激凌能去吗？吃，你吃两个，我吃一个，怎么样？我给你买冰激凌好不好？你觉得他是好人吗？不用看爸爸妈妈，你让我抱一下亲我一下，我就让你爸爸妈妈再给你买十个。小女生不能随便乱亲人。小女生不能随便乱亲人。要不然你就抱我怎么样？你抱我来，你这样，你看你能把他抱住吗？来试试，使劲。抱住了吧？抱住了。抱来，我抱抱你，好不好？你抱我。哎，哎呦，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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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哇！太开了！哎呀！哎呦嘞！说心里话，你还想见着他吗？太不好玩是吧？他没有音乐好玩是不是？啊！没有音。好玩，没有烟雾好玩。刚才牛牛一直在说，为什么我到最后没有烟雾？对，你准备好不要？你准备好啊？你准备好了？你说一二三就有烟雾，好吗？来，你指挥啊，你是指挥。来，你说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吗？我说喷，你们就喷啊！跟他们说。喷什么呀？喷烟啊！好吗？你跟他们说，你们都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来。你要喷的时候要给他们手势，他们就喷了。来，别喷。嗯，到底喷还是不喷？就是你说喷，他就出来了。啊，不喷。嗯，不喷。不喷哈。你平时喜欢指挥什么样的音乐呀？啊，欢快的是吗？那我这样，我给你几首曲子，你再给我们指挥指挥好吗？嗯。我们特别喜欢看妞妞指挥，好不好？嗯。来。Thank you.
后想干什么呀，妞妞？拉二胡。拉二胡。好，爸爸希望女儿长大以后干什么？现在呢，我们是想让孩子呀、啊，要有广泛的兴趣和爱好。那么将来呢，如果孩子在这方面发现他在作曲、在指挥或者在二胡这方面如果有这方面天赋的话，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培养孩子。当然了，这个孩子的文化修养是最重要的。谢谢。你爸爸说话你听得懂吗？你爸爸刚才说的你听懂了吗？听懂了。你爸说什么呢？我爸说英语呢。说英语呢？好嘞啊。好啊，你看，你看，爸爸就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是不是？好，那你今天还要给我们表演一个什么呀？听说你还带来一个压轴的展示，是不是？是什么？哎，来，预备。给小闺女起那里呀，给小闺女起那里呀。我记得还叫我的爸爸妈妈，我记得还叫我的爸爸妈妈。你爸爸妈妈都被你踩到脚下了。啊？人家脚、哎？人家小乌龟嘛，要一不停地爬。哦，他是小乌龟。对。你知道我爸爸妈妈在前面等着我呢。啊，等着你呢啊。小指挥，你今天在这玩的高兴吗？啊。高兴吗？嗯、啊。关心孩子，发现发现天赋，见证成长，天生我材，照亮未来。央视综合频道，天生我材。你想回家吗？想回家吗？我要回屋了。回屋了啊！回屋之前，谢谢这些哥哥姐姐。好不好？妞妞呢，指挥这件事对她来讲就是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我还没玩够，你们就不能撤啊、但是爸爸做的非常好的呢，就是培养她的这个特长的是吧，她刚才说把音乐融于生活，把生活和音乐都当作游戏来做，这个是一种最自然的教育，所以她才有这么大的乐趣。所以冯老师对不起，他又自己高兴了啊。对。好，那个妞妞，你觉得今天还高兴吗？表现还不错哈。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让下一个小朋友出现了吗？来，所有的气儿都准备好了、啊。所有的气儿都在这儿。所有的气儿都准备好了，一二三四。你要不要试一下？啊。很害怕，所以我们再不下班他就该抗议了、我们能下班了吗？我们下班了。听着美妙的音乐，手中的指挥棒随着节奏自由的摆动，妞妞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管以后的选择是继续指挥还是拉二胡，希望妞妞能够永远的像现在的状态一样开心的创造出自己的未来。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天生我材》。终于把我们的小指挥家送回房间了啊！他下班了，我们还没下班。对，因为我们不能下班，探讨一件事儿：这个嘴巴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功用？小朋友，嘴巴还能做什么？在相声里头都有一种口技。哦。口技就是用嘴巴学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啊。啊，可以模仿啊。还有呢？江博啊。嘴巴能绕。能什么能说绕口令的时候、嘴巴可以帮助我们能绕啊，嘴巴还能吐哎，为什么跟大家一直在探讨嘴巴？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的嘴巴就是说说话、吃吃饭、发发牢骚啊。其实不然，人家有的人的嘴就很神奇，就像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小伙子，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范元成学习 B-box 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疯狂地爱上了这门艺术，于是就展开了他的 B-box 推广之路。他还曾与周杰伦同台演出过，想知道他有多厉害吗？马上我们就去看一看。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another one that can take it from my出卖我的爱，背着玻璃牌，最后知道真相，把我变泪掉下的。成都的今年17岁的范元成，大家好，我是成成。成成啊，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嘴巴与众不同的？就是13岁的时候，无意间在网上嘛，就是看视频嘛，国外的一个叫法国小胖的 B-boxer， 我当时一听，哇，这个视频肯定是假的，绝对这个是假人，就他一定是配的音乐，对对对，一定是配的音乐，这个假的。然后我就看了就关掉，然后看其他的，比如什么咬玻璃啊，就是奇人绝技的视频。所以你觉得你一定也有独特的地方？你看看，除了人家能咬玻璃，你是不是能咬门之类的？你也想学习一下？没有没有，就是欣赏嘛，看一下，了解一下，然后。后来想一下，没对啊，这个好像越听越像，好像就是嘴巴做的，然后就特别感兴趣，然后就开始了我的漫长的 B-box 推广之旅。什么样的舌头可以玩成你这样的效果？是能咬玻璃的那种吗？咬玻璃，这个和我不能咬玻璃。你的舌头和嘴巴跟别人有什么与众不同？我的舌头和嘴巴其实和每个人都一样的。所以你的舌头其实没有什么像一般人我们做不到的，对对对，你就是一个正常的舌头。不可能不可能，真的真的不可能啊，真的不信马上再来试。那位老师认为 B-box 肯定是因为嘴巴异于常人才能学得会，于是范元成马上准备现场教学。以前从没学过的他们真能学得会吗？老师不信能学会是吧？我绝不相信。 OK， 很简单，第一个音就是架子鼓的叉，让他来，他没牙，他漏风，试一下。好，过关了。哎呀，我跟你说，人家这气儿更大。过关，拿着啊。来，下一个什么？第二个就是鼓边，朝外面发，对。第三个就是大鼓，就是嘴巴包一口气朝外面发布的声音，喷布的声音，对。OK， 对这边。他不错啊，他很好。那咱俩一组。我跟你说，太过分了。你嫌他没牙，你干嘛？你干嘛呀？干嘛？哎，这这，不是他太有才了。你看看你这长得很像我儿子。这长得像你儿子。哇，他说你长得不像他爹。啊。哎，你跟我一组，我请你吃巧克力、冰激凌。我能吗？我不吃陌生人的东西。哇，哎。那他也是生人呐。你知道他名字叫什么吗？帅哥。好，就是因为你眼睛是吗？就是因为你眼睛。孩子，人不说孩子都不说假话。行，接下来现场8位分成了4组，马上就要分配工作了。你们俩就发，预备，一直这样，我们呢不能停。好，一娃，王老师，一娃，二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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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真一点，一娃，二娃，一娃，二娃。下面一个一个进，就按照刚才的顺序。预备，起。
团结力量大，没有想到经过范元成的简单指导，嘉宾和小朋友们马上就可以做出 B-box 的效果，也算是过瘾了。不过想要真正成为 B-box 的高手，还得多多练习。你爸爸妈妈没来，他们就是忙工作嘛。然后说实话，他们有没有觉得你不务正业？对呀、是我刚开始练习这个的时候，也是我爸就说你干嘛呀，放屁呀之类的。我但是还是坚持下来了。他慢慢发现我就是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就爸妈都很支持我。大多数像他这样十几岁的孩子这么玩的话，爸爸妈妈都会觉得不务正业。这是不是冯老师算不务正业吗？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啊，袁成能登上这儿就不是不务正业，但是在最初的时候就非常容易被人家扣上这个帽子。天哪，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家长。其实我现在忽然一想，我已经扼杀了一个可能是 B-box 高手。怎么讲？我儿子在家里玩游戏机的时候，玩 iPad， 他就会然后就喷的那个电脑上全都是口水，然后我就禁止他再玩了。哎呀，我就禁止了，因为我觉得会把我的 iPad 淹坏了。你饿了？但你觉得他，你觉得这是他的天赋吗？说不定这就是他真的就哇，那很有天赋，很有。对对对，他整个玩下来一场这个游戏之后，我的那本上一层全都是口水。我特别想给咱们所有的家长提个建议，就是当我们看到孩子有一些表现是我们觉得不太看得上眼或者不满意的时候，你先不要想着让他不做这件事儿，你先想着说我把你引到哪儿去做这件事儿。这个方向做的话，就很容易把一个天才发现了。Ladies and gentlemen， 范元成接下来即将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表演。把七种声音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你今天的第一次挑战。对，之前只是最多的时候把六种声音加在一起。对对对，所以我要一直挑战极限，达到顶峰。挑战同时发出七种声音，这真的有可能吗？接下来我们来见证这奇迹的一刻。 OK。 是第六种了，这是范元成之前的最高纪录。今天他真的能够在节目中突破极限吗？我们马上去看一看。挑战一个，还有、加了打碟的这个。哇！谢谢。不是，你怎么呼吸啊？你是什么？其实 B-box 为什么就是有瘦的能玩得很好，就是像我这样的，然后有胖的也能玩得很好。其实 B-box 它就是它是运用了技巧的，就比如大鼓是朝外喷气，但是鼓就是鼓边军鼓就是。是朝里边吸的，所以你在打这个节奏的过程中就已经抽气了，已经呼吸了，对，这、就是，所以就能一直这样打不会停，对。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Lua。袁成常常练到嘴唇破皮，不愿认输的个性从来没有放弃任何能练习 B-box 的机会。我在就除了睡觉以外，比如吃饭呀、走在街上呀、解小便啊之类的时候，都会练 B-box。吵死了！练 B-box 最大的挑战就是把一些音和结合在一起。刚开始练，有时候会咬着舌头之类的。
我是成都 Reform 的 dancer。我对范闲臣的 B-box 觉得很有趣啊，很好玩啊。然后平时的时候也爱在一块玩。他是那个 Eclipse 法国的著名 B-boxer 之一。B-box 带给我的快乐就是走在哪儿都能玩音乐。就是我随时带了一个音箱啊，带一张嘴就 OK 了。在 B-box 圈这个推广里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那个舞台上的那种掌控能力和那种台风，是我之前都从来没见过的。我走在街上玩啊，别人说哇这个喷口水啊放屁啊干嘛干嘛的，其实心里还是会挺不舒服，但是热爱这门艺术然后坚持下去后以后那个基础越来越好的时候，别人就另眼相看，梦想就是把 B-box 推广出去在中国。已经能够做到嘴巴同时发出七种声音的范闻成，这嘴上功夫的确非常厉害。但是他的目标不是争第一，他只想让更多的人了解 B-box。我们也祝福他能够向着他的目标继续前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天生我才》。那我们这么多出色的孩子，您一定也心动了，希望您可以带着您的孩子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三种报名方式，第一种方式登录我们《天生我才》的官方网站，我们的网站是可以收到您发来的视频和图片。哎，您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报名参加，或者是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同时如果说我们家没有这么合适的孩子，如果您发现您身边有天赋的小朋友，也可以来推荐到我们节目当中做我们的最牛发现者。那么接下来就要上场的这一位是一位功夫高手，请问谁练过功夫？四位你们都好意思举手是吗？那位老师您练过什么功夫？嘴皮子功夫。好嘞、啊、宁宁说话的功夫。哎，小鱼，我就在法国练功夫。你练什么功夫？练中国功夫吗？就武术啊。你在法国练过武术？对，练了四五年。哦，那你是功夫高手了？不是。不是，他确实是功夫高手。小鱼，你没有意识到，你在这个时候说你练了四年的功夫，待会儿你会自找麻烦的。不可能，小鱼，我没有练，我没有的是闲功夫啊，有的是闲功夫。冯老师，您练过什么？我练的是挨打的功夫。冯老师，您放心，天生我才是一个梦想成真的舞台。好，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这位11岁的功夫高手。Thank you.
蔡泽钜今年11岁，原本内向的他之前连看对方的眼睛都会不好意思，在练过武术之后整个人的性格都开朗了起来。究竟他的表演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你来到这儿紧张吗？哎，紧张。紧张？你觉得心里不踏实是吗？是。嗯，怎么就能让你放松了呢？打我们一顿。没有。啊，没有，他不太熟悉大家，给大家介绍，11岁的来自香港的蔡泽钜，是一个很腼腆、很内向的小伙子。泽钜一直在给我们照相的那位是谁啊？我的妈妈。啊，妈妈，妈妈一直在记录啊。啊。请教一下妈妈，当时为什么要想到让泽钜来学习武术呢？想他的身体好些。哦，身体好一些。啊，身体好一些。哦，医生。嗯，对。你小的时候身体很弱吗？是。那你练了功夫之后呢？没有这么弱。没有什么用。嗯。嗯，没有这么弱。啊，没有这么弱。对不起，我没有太听清楚你说什么。请教一下刘洋先生啊。你的这个学生就是一个这么内向的学生吗？对，其实那个他现在还很好，他以前他是一个自闭症的小孩子。哦。而且他现在已经很好了，其实。就是我说，其实自闭症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其实可以有的。他现在他你大家可以发现，他有的时候他不敢正式的去看人，他的眼睛都是往下看。啊，他现在其实已经很好，能跟我们会沟通啊，会讲话。啊，真的真的，这就是中华武术给他带来的变化。在得知蔡泽钜曾患自闭症故事后，鉴定团的嘉宾们纷纷上台，想要向蔡泽钜讨教舞剑的技巧。气氛是相当的紧张，一触即发。先展示一下你的花拳绣腿。我好久没有练。啊，好，痛，还没开始呢，来。完了，啊，这四年就学了这么一个动作吗？没有，其实学了很多，但是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我这个疤，我在这儿有一个疤，然后通常我跟朋友说，您看，我是剑打来的那个痕迹。哎呦！但是其实这个疤我是怎么得来的？自残的。我是这样子的。哎呦，特别丢脸。练过4年武术，竟然就只记得这一招，金小鱼实在是太对不起老师了。今天可是要好好的和蔡泽钜学习学习。没有想到在这时候，应宁老师一把抢过剑来，他也想秀两招给大家看看。啊，这叫怀中抱月。手错了。啊，手错了。你拉了左手拿剑。教练已经说了啊，男左，别说话行吗？我是右撇子。别说话，来，你上我这儿来，来来来来来，左手拿剑。嗯。请问你这是切菜呢，还是？我在食堂练过刀。你拿来吧你啊，这个。还是换给我们的这位小师傅。这个师傅。西服，这广东话是怎么？西服，西服，哦，哎，西服是吧？哎，西服，我会说香港话。哦哦哦，对，你有香港脚吗？啊，西服，哎呦，让罗林跟咱阿林阿忠罗林阿忠口口快呀！老师，你知道他跟你说什么吗？他就是说，您能不能一脚把我给踹下去？来来来，哎，你教我3招，我学一下好吗？先教第一招。第一招，来，来，招，来，第一招。好，来一招，来，来，来，够你学3年了。来，来，这太简单了。就是的。来，闪开一点啊！来，小心伤人。咱 music。来来。哦，哎，你这绝对有早上起来公园叔叔阿姨练太极拳
太极殿的架势、啊、刚才您看到的是《西游记》第十七集《八戒巡山》哎哎明明是很有力的耍剑动作，不知道为什么纳威老师耍起来却看着像是在游泳，和蔡泽钜真的是相差甚远，看来武术的确还是非常需要天分的。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蔡泽钜的表演吧，接下来他要表现的是十八般武艺中的枪。接下来要换兵器了，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刀耍得如何。这不算本事。哦，这还不算本事。拿器械算什么本事？应该有本事咱们单练。哎哎哎哎哎！哇，跑得真快！滚！哎，出来了，出来了。再来一次。那位老师，你是用什么功夫啊？快，你看那儿，看那儿。哎呦，你连一个办法骗人了，哎呦，哎，我刚才发现一个问题，泽钜呢，刚才他师傅说哈，最早的时候他跟目光对视有点问题，你说的非常准确，就是假如说有这个问题的孩子啊，就是自闭症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但是他真的好了。他看着看着纳威的时候，一直都没放过他。对，他心里想什么呢？就这样的，还值得我一打吗？太对了。这是说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啊，这一类孩子呢，真的是很难的。到目前来说，可以说从严格的科学研究来说，是没有一个准确疗效的办法。但是大家想很多办法去帮助他们。但是我们想呢，从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出口来说。就是孩子内心呢，他肯定还是有很多的心理活动的，对 对, 对吧？因为要给他一个出口，对对，这个出口呢，首先让他能够释放掉，就是他不再封闭自己。那么借助他的这样一个优势或者他的一个特长，然后又跟社会开始有了一种交流的话，对 对, 对，我想就一定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泽钜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对对对对，也应该。我们应该为祝贺泽钜、啊，也要感谢老师。哎，泽钜，长大以后想干什么？武术都是。武术冠军。武术冠军。好，向师傅学习、啊、是吗？我们希望你早日成功，实现你的梦想，好吗？谢谢。好，加油。那今天节目最后给我们带来什么礼物没有啊？压轴的展示一定很精彩、是不是？跟我们说说是什么？跟师傅对练，哎，好。在武术的熏陶下，蔡泽钜慢慢挥别了过去内向的自己，不仅眼神渐渐有了自信，笑容也变多了。在妈妈和师傅下，蔡泽钜慢慢挥别了过去内向的自己，不仅眼神渐渐有了自信，笑容也变多了。在妈妈和师傅的帮助下，他一步一步从自闭走向自信。通过不断的努力，他一定可以实现他的梦想。希望下一次见到他，他的笑容能够更为灿烂。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综合频道的天生我材，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老师，同时也谢谢我们天使团的朋友们。再次欢迎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发现你身边有天赋的孩子，来到我们的天生我材，一起见证孩子们的成长。我们的报名方式很简单，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通过网络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把您的孩子的照片以及他的文字资料发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天生我材的新浪官方微博。另外还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希望有更多可爱的孩子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如果您身边有天赋的孩子，也希望你们能够把他们推荐给我们的节目，做我们的最牛发现者。有才的孩子很多呀，让我们继续再来认识他们。我们的可爱的中家小朋友，能不能从反面图形来识别出这个他所对应的省份？黑龙江、广西、广东、甘肃、青海、陕西、云南。